we have a handful more flights that will be heading to China to bring Americans back home from Hubei province. The exact timing of those, we're still coordinating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anticipate that they will happen in the next handful of days, and we'll return those American citizens. We may well end up bringing some citizens back from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We're working through the details on that. We hope also to bring some medical supplies in the context of those aircraft traveling into the region. We're working closely and hand in han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try and resolve what is now this global epidemiological challenge. So we'll have more details exactly on when those flights will depart and when they'll return and how they'll return here to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oo long.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2月3日，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现在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首先来看到来自 CNN 的报道，国务院建议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采取预防措施，包括面对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武汉冠状病毒爆发，比如积聚食物等措施。上周，美国将对中国的旅行级别提高到了最高水平，也就是4级旅行警告，请勿旅行，并且敦促美国公民试图通过商业手段离开中国。但是，对于那些留在中国的人，国务院正在建议采取诸如避免人群拥挤以及存储食物以备后续的措施。美国驻华使团发布的安全警告表示，我们强烈敦促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尽可能多地留在家里，并且限制与其他人的接触，包括大型聚会，考虑储备食物和用品，以限制外出活动。同时，文章表示，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美国大使和领事馆向中国境内的美国国民提供援助的能力可能会受到限制。数以千万计的人被封锁在中国城市，包括病毒起源的湖北省。国务院的命令，非紧急人员以及家属离开省会武汉。他们是上周国务院安排包机运送回美国的大约200名美国人之一。了解此事的美国官员告诉 CNN， 第二次将美国公民从武汉带出的航班被推迟。而周一，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有计划进行更多的返回飞行。蓬佩奥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还有几班飞往中国的航班，将美国人从湖北省带回家。我们仍在与中国政府协调工作的确切时间，但是我们预计这些事情将在未来几天发生。我们将送返这些美国公民。蓬佩奥还指出，我们可能最终也将一些公民从其他国家带回国，我们正在研究有关细节。我们还希望在那些飞往该地区的飞机上携带一些医疗用品。我们正在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共同努力解决当前的全球流行病学挑战。而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正面的消息是，白宫方面在星期一确认，中国已经同意美国派专家组前往中国。白宫发言人迪尔表示，中国接受了美国的主动提议，派遣一个专家组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详细了解有关武汉新冠病毒以及战胜这种病毒的情况。不过，这个代表团在华活动细节不详。而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继续指责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控制疫情的措施，说美国不提供实质帮助，却带头散布恐慌，表示美国政府第一个从武汉撤出领馆人员，第一个撤出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而就在几天前，华春莹还说美国此时的做法很不厚道。据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此前一天曾经表示，与以往的危机相比，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更加透明，但是还没有接受美国主动提出的建议，派美国疾控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健康专业人员前往中国。尽管尚未收到中方答复，美方仍然继续准备与中方合作。而美国总统川普上周也曾表示，愿向中国提供一切必要帮助，以控制新冠病毒的爆发。他发推表示，正在就这种病毒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已经向中国和习主席表示，美国愿意提供必要帮助。而当时在记者会上，华春莹还说，中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从1月3日起一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两国疾控中心就疫情相关情况多次进行沟通。
这条消息引发网民愤怒的是，本次武汉肺炎愈演愈烈，形成全国性恐慌。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众知情太晚，当局一开始不但没有及时向社会通报疫情，反而打压了八名感染的医生，勒令一些医生签下类似悔过书之类的文件。而星期一，许多中国人第一次从外交部发言人嘴中听到，自从1月3日起，就是当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还蒙在鼓底的时候，中方已经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并且一共通报了30次。而一般中国人知道事态还大约是钟南山院士在1月20日透出武汉肺炎人传人的信息之后，但是湖北和武汉当局领导人在1月21日还在团拜观看文艺演出，武汉人乃至全中国直到武汉23日被封城后才万分惊恐，也就是说直到武汉疫情失控之后，中国人才得到相关消息。而这样一次疫情的发展也给中美两国的经济前景蒙上了不确定性。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介绍，总统的顾问可能希望中美隔离在不同的势力范围内，但是新冠病毒却显示出这种经济隔离的徒劳，不管是不是喜欢，中国和世界经济共同命运。有消息表示，冠状病毒和由此引发的经济局势正在蔓延，大宗商品价格在周一下跌，而在过去三周，美国的原油价格下跌了 20%， 原因是预期中国的石油需求将减少200万桶一天，并且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已经下降，铜也下降了 13%， 钢铁价格更是暴跌。全世界目前已经确诊了2万多例冠状病毒，比上周增加了8倍。专家表示，可能尚未诊断出数十万例，大约有12个国家报告了病例，许多国家限制了从中国的旅行以限制传染，而中国正在从中国撤离员工。由于中国已隔离湖北省大约5600万人，隔离了病毒的武汉市的大多数企业现在已经关闭，而大陆各地的企业正在延长新年假期，或者要求员工在家工作。苹果、麦当劳和星巴克已经暂时关闭中国商店。而同时，福特、苹果和特斯拉等美国制造商也暂时停止了生产。美国销售量1/6和芯片制造商高通近一半的收入都来自中国。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因此经济冻结将扰乱供给链，并且降低企业效应。而中国的 GDP 增长几乎可以肯定要低于官方 6% 的数字，并且有可能会下降1/3甚至更多。周一，中国的央行降低了利率，注入了1500亿元人民币的净新流入，以减轻打击。对于全球经济的破坏仍然很难预测。但是，病毒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表明，它比 SARS 有更强的传染性。后者在2003年的时候曾经肆虐了8个月，而中国现在对于世界经济有着更重要的意义，约占全球 GDP 的 15%， 而这一数字在2003年的时候只有 4%。就在脱欧成功和川普贸易战休战之后，预计商业投资将反弹的时候，这种病毒正在冲击全球经济。现在首席执行官们可能会再等几个月，看一看这种传染病如何蔓延。过去的一个月，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了大概30个基点，达到了 1.53%，而导致收益率曲线再次反转。如果第一季度表现不佳，那么2019年美国 GDP 的增长率为 2.3%， 可能就是我们所能够期待的最好水平。美联储将继续保持警惕，但是由于利率已经很低，因此现在没有理由恐慌或者是采取新的量化宽松政策。而周一，美国股市有所回升，因为投资者压住美国经济比全球大多数国家更不容易受到外部冲击。沙特阿拉伯希望石油输出国组织削减原油产量以提振价格，这是有益的步骤，可以帮助美国页岩的生产商。要求川普取消对中国出口关税可能太过分了，尽管这样对于拯救经济也会有所帮助，至少它可以给北京更大的自由度，履行其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再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而美国总统竞选连任时最不希望的就是经济出现大萧条。而这样一次病毒的爆发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又会产生何种影响呢？一起来看来自彭博社的报道。自从上任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实际上已经让自己成为万事通，而冠状病毒的恐慌正在显示出这样的战略所涉及的风险。习近平上周直接控制了对疫情的反应，显示出这场疫情的高风险程度。这场危机目前已经在中国造成361人死亡，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恐慌。
习近平监督了一些极端措施，其中包括隔离超过5000万人，大概相当于整个西班牙的人口，并且迅速建立了2家新医院。而当共产党的下层官员们开始承认他们控制病毒的速度很慢时，高级领导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了巨大的政治风险。上周二，他们发布了一项通知，呼吁干部考虑大局，保持团结，坚决维护习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如果一切顺利，并且对第二大经济体的冲击比较小，那么习近平的集中控制模式好处将得到加强。但是，如果疫情恶化，并且经济痛苦超过预期，习近平将理应受到指责。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经济专家斯科特·肯尼迪表示，他说，没有副指或者是副手可以对此负责，病毒如果恶化，那么习近平的地位也将恶化。自从毛泽东以来，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通过修改宪法使得自己成为共产党的核心，并且取消了任期限制。在此过程中，他还积累了许多敌人，特别是通过腐败清洗，导致数名高级的党的官员入狱。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政府体制中，许多政治阴谋都是闭门进行的。高层领导人重视稳定与控制，担心他们最终可能成为替罪羊，而地方官员公开互相指责。病毒起源的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市长说，他必须等待授权才能向公众发布有关疫情的信息。而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首席科学家表示，地方政府未能从科学的角度认识问题，并且可能存在执行问题。丹佛大学中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慧生表示，虽然没有人对冠状病毒迅速传播负责，但是它却导致了官僚体系内部的一种互相责备的游戏。病毒的加速传播也是政治上的无能以及对意识形态还有信息严格控制的结果。在习近平的中国，下层官员必须不断权衡他们到底说的是太多还是太少。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欧亚集团表示，自从1月24日以来，大约33名地方官员因为允许非正式聚会，通过官方渠道提供错误信息，以及未能向上级提供详细信息而被解雇，或者被进行纪律审查。而习近平本人一直试图应对危机，召集官方媒体称为最高政治局常委的特别会议。在2008年的四川地震，以及2009年的新疆街头暴力，还有在2014年的云南地震后，也召开了类似的会议。而最坏的情况可能还没有到来，即使在疫情爆发之前，由于内需疲软、债务打击，以及与川普政府的贸易战，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放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众卫生事件，引起了中国社交媒体的新关注，也就是随着各个国家限制访问中国，中小企业还能不能生存。疾病爆发一直有结束党内官员职业生涯的历史，这些官员尽职尽责努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在17年前，由于 SARS 造成了800人死亡之后，中国总共解雇了100多名官员，包括卫生部长、北京市长，据称卫生部压制了有关病毒的信息以及地方政府的回应。而这次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